室小，这样做宽敞又实用。卧室长 3.1 宽 2.5， 常规做法放上床和床头柜，再放上衣柜，只剩狭窄过道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改变床的朝向，床边挂画装饰；二、床尾做组合柜，角落放常看书籍，台面放睡前物品，抽屉收纳小物件；三、连接通常书桌，办公超宽敞，下方做侧拉柜，收纳日常杂物；四、再做到顶衣柜，左边放书籍资料，右边挂常穿衣物，满足日常收纳需求；五、门后安装洞洞板，帽子包包随手挂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这才是今年最火的衣柜布局。以前传统布局，床头柜总挡住柜门，开放格林乱还记灰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侧边设计薄柜，收纳化妆护肤品，柜门搭配全身镜，化妆打扮更方便；二、定制悬空衣柜，顶部放过季被褥，中间全做挂衣区，安装折叠门，开口更宽，拿取超方便；三、底部两层大抽屉，内衣袜子分开放，分类储物超实用；四、角落挖洞做壁龛，完美替代床头柜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再见了传统客厅沙发，传统沙发没收纳，底部还是卫生死角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定制大地台，转角做延伸，连接压口做吧台，方便办公赏景；二、后面做薄柜，放上靠背沙发垫，就是舒适休闲沙发；三、底部设计抽屉，收纳日常囤货，拿取超方便；四、角落设计双边柜，放零食和饮料，连接满墙书柜，收纳书籍资料，装上柜门不落灰；五、中间预留插座，方便手机充电；六、侧边设计编辑，抽屉收纳小物件，上方立柜放视频摆件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小卫生间如何装出高级感？一、开槽做墙排下水，安装悬空洗漱台，颜值高好打理；二、旁边砌甲墙，做钻石型淋浴间，宽敞又实用，装上浴帘形成干湿分离；三、角落瓷砖做层板，收纳洗浴用品，下方装悬空马桶，旁边挖壁龛放纸巾和纸篓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